安佩省文安县纳豪自然保护区中心区占地面积约16950公顷，缓冲区面积达近10000公顷。这里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系统。凭借蒙族同胞保护森林的意识，当地原始森林依然十分茂密。据悉，当地居民已形成并保留着许多护林的风俗习惯。 通过林神祭祀信仰，我们深入了解到保护森林为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利益，如清洁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气。目前，除了纳豪自然保护区外，文安县仍有近9.4万公顷森林，其中自然森林面积近4万公顷，森林覆盖率达于67%，这是文安县迎来碳信用出口机会的牢固基础。 本县注重指导各乡镇人民委员会、专业机构和组织维护好现有的森林面积，特别是自然森林，同时引导人民群众有效开发现有的森林面积，进而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并带来切实利益。安佩省森林面积达近43.36万公顷，森林覆盖率较为稳定，达 63%。 因此，该省碳信用市场发展潜力巨大。目前，该省正着力扩大自然再生林面积，根据森林管理委员会标准种植大径木森林，符合森林环境支付标准，并迎来碳信用出口机会。